我们这边有一棵受虐哦。还好啦，这被撞到的，这不是真的要剥它的皮。真的吗？你看上面，上面也是被，上面不是剥的吗？为什么？那不是。那你说为什么只剩下头最上头的一个头？这边人家可能在做什么，有被撞到。那这两个是冲撞的。你看这个，哦，好红哦，它的筋。你觉得这个是？刚刚那位伙伴说是，你看这个皮都被扒掉了，我觉得是扒掉的。他说是冲撞的。你看上面，你看这么高的一棵树，只有头上有毛，啊，其他你看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我觉得是扒掉的。他认为不是，这个很难说。或多或少而已。你看，这不是疤的吗？这里还有，后面也有哎。受虐的树，可怜的受虐树。我发现了。哎，你看很多树都倒了吗？你看，这棵也是倒掉的树吗？我们这棵树好弯哦，它可能倒了。对呀。这个也是倒掉了，这棵也是倒的，倒树啊。你这水吧，你这是有10公升的水啊。没有啊，那我们刚洗手用掉。洗手就用的差不多了。